现了。好，在另外一方面呢，约瑟带着玛利亚抵达了伯利恒。这时玛利亚不但已经有了身孕，而且她的产期也要到了，急需要一个落脚处，因为当时客栈都没有地方让他们住了。于是他们就在马槽生下了头胎的儿子。哇哇哇啊啊啊！秀秀秀秀，用布包了起来，放在马槽里。这时，在伯利恒的郊外，有牧羊人夜宿在夜间露宿，正在轮流看守着羊群。牧羊人这时候他就看见了。天使，天使来了，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这个好消息将会让万国万民都非常的喜乐。那这时呢，天使已经在向牧羊人报好信息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来休息一下，我们先来欣赏吴佩莹为我们带来的天使歌唱赞。